Thank you.
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都站起来吧。今天呢，我们要歌颂，因为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活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荒野迷失时，他引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在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直面。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见他荣光直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想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直面。号角，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直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直面。神，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来高举我们的耶稣，阿们，他是我们的复活羔羊，哈利路亚。看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至少那首先于末后的就是耶稣，在你里面就是永恒。复活的羔羊你的神，你的荣光光照我们，神在神在神在，主我愿意来。昔在今在以后又在，全能真神在宝座上。阿拉法欧米伽，你是快乐君王，但愿荣耀全能归你。
全能真神在宝座上。Alpha Omega， 你是快乐君王，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Alpha Alpha Omega， 你是快乐君王，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真神在宝座上。Alpha Omega， 你是快乐君王，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他是复活的羔羊，复活的羔羊已经得胜了，阿们。我们起来说哈利路亚，再一次我们来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哦，主是配得一切赞美荣耀的，主真的是非常的好，哈利路亚。主真的是非常的好，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家庭姐妹，你知道吗？在罗马书，他说神的慈爱使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他今天他不是用审判来吸引我们，他也不是用任何的好处来吸引我们，而是他今天用的是他慈爱。所以今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我们要来领受他的慈爱，然后让他的慈爱吸引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你慈爱使我回转向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更像你，真好，耶，
慈爱直到永远，你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再次你慈爱，你慈爱直到永远，你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你恩慈直到永远，你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你真好，你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向神来敬拜。哈利路亚，因为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配得我们敬拜。哦，耶稣，哦，沙拉巴拉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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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耶稣，借我们祷告，今天在我们当中凡有生病或是内心有苦闷的，或是有长期疾病的，主，我们今天祷告你这样子来医治我们。主，你来医治我们，让你宝血来遮盖我们，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医治我们疾病。好像我们能走在这个得胜的释放和自由里面。哦，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纸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折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
上走，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你有疾病，把手举起来。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如果你今天需要医治，向手，把手举起来，向神来说，你也需要他的医治和他触摸。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再次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主耶稣，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我们感恩，我们仰望你。今天我们祷告，如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井水边看到耶稣的时候，今天让我们在里面得到活水江河。因为当我们喝了从你而来的泉源之后，我们永远不会再渴，因为你必使那饥渴慕义的人得满足，得饱足。所以主，我们今天谢谢你，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感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今天神你要这样子来对我们来说话，所以今天我们将这个敬拜的时间完全的仰望在你的恩手里面。我们今天祷告你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来说，带领我们前面今天的时间。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你所祈求，我们一起来说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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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耶稣。就这边我们现在可以都坐下了。弟兄姐妹早上好，那我们今天庆祝母亲节，虽然我们没办法一起跟你们在同一个地方聚会，那也没办法亲手按着母亲的身上母亲们的身上来帮他们祷告，但是我今天要在荧幕面前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那我们愿神的恩典的手能够坚强你们的心，也赐给你们盼望，在祷告中等候神在你家中还有在你孩子生命中要成就的事情。那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今天决定选择一位妈妈的生命呢来鼓励我们荧幕面前的你们。虽然是母亲节，虽然是选择妈妈的生命来鼓励，但是我觉得弟兄也是可以听的，所以不要趁机把眼睛闭起来或走开哦，要留在我们的荧幕面前，把这个片道呢给完完整整的听完。那我今天选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叫做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那玛利亚其实是一位内心非常强大的妈妈，她其实让神拣选了她成为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她其实在她的肚子里面孕育着人类的救主，也用30年的时间呢将耶稣抚养成人。所以我们将要通过玛利亚的生命她的心来学习我们生命中七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那第一就是玛利亚她有一颗稳定理智的心，她能够做出非常正确有益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章26到29节。
在二十六节他说，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他已经和大卫家的一名叫做约瑟的人订了婚，然后童贞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那天使进去看到他，就对他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那玛利亚却因这话惊慌起来，反复思想这句祝贺是什么意思。这应该是玛利亚第一次见到天使加百列。那其实另外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哦，见过加百列的人呢，那就是但以理。当玛利亚看到加百列的跟他说 hello 的时候呢，其实玛利亚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他可能没有想过天使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也没有想过天使这样会一出现就祝贺他说恭喜你。但是很快的，你发现到没有，他就马上稳定下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开始就反反复复去思想加百列跟他说的祝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一般来说，女性比较有多的情感的表达，她们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在感到惊慌的时候呢，通常会有比较多的情绪，那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情绪化的反应啊。那但是玛利亚很快，她很快就稳定下来，然后开始来思考。这给我们看到，我们在信主的路上有很多与神的经历，会有很多是超过我们的理智或是能力可以接受的。其实我们不需要有很多情绪化的反应，或者要有感觉或感动才感觉自己有信心，或是感觉神的同在。我们其实要把信心跟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还有神的属性的上面。我们也不需要觉得害怕或觉得无措。我就觉得神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他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有仁爱还有自律的灵。所以今天神要我们走在这个刚强壮胆的里面，而不是惧怕的里面。所以今天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还是可以有这个刚强壮胆的心。那在这个提摩太后书这个自律的灵，其实它在希腊的原文呢是 Sophronismos、okay、它的意思其实代表是心智健全、有自律还有节制。所以当我们通过了玛利亚的榜样，我们就会知道说，当我们遇见惊慌失措或是我们从来没有碰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或者是一个很困难很难熬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跟神说，神请你赐给我这样的一个自律的灵，给我这样的一个心智的健全，让我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祷告神帮助我们有自律跟节制，让我们的情绪不会失控，不会突然间爆发起来，反而使得那个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在箴言二十一章十九节，他这里说，宁可住在野地、旷野、荒郊野外，也不要跟吵闹易怒的妇人同住。所以实在话，我们女人其实一旦蛮情绪化的，所以一旦我们有情绪化的反应的时候或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跟人发生争议跟争执。特别像比如说我们可能跟我们的丈夫或是我们的男朋友或是我们的爸爸或是我们的孩子就很容易吵架。然后我们女人一吵架就很厉害，突然间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完全马上恢复，不论你生几个孩子不论你的记忆退化多久 OK， 你会突然间记得过去十年发生所有不好的事情，然后你就把一件一件拿出来讲，虽然没有关联你也是拿出来说。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鼓励荧幕面前的姐妹们特别是不论你已婚还是未婚，或是你年纪轻或年纪长的，我要你们祷告今天神能够培养你们有一颗稳定理智的心，因为你才有这个样子的一个心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处理个人、职场、婚姻还有孩子的问题。那玛利亚的心其实第二个很重要，她是有一颗承载神旨意的心，承载神旨意的心。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这里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能力要覆庇你，因为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你亲戚伊丽莎伯已被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怀六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玛利亚回应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我觉得玛利亚是非常有信心的人，她也是非常谦卑敬虔和敬拜神的人。你看到她跟加百列说的话，跟对加百列面前做的反应，你就知道，就会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她说的一句话非常的震撼我，她说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最近我蛮喜欢一首诗歌，那也是最近开始聆听，他就这首诗歌讲说就是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我在上个礼拜也唱过一次，他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好一首回应的歌，我真鼓励你们听这首歌的时候通过这首歌来跟神来做出回应，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你知道吗？跟神说，神愿你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不要阻拦你，我不要拒绝你，反而是要你通过我的生命，通过我这个器皿来成就你要做的事情。我们跟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其实想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我们看到别人出国有出国的体验，我们也想要有，我们看到别人发挥自己在职场里面，我们也想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别人丰富的生活，有热情， 有很多的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也想要有，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可能在台上有很多有恩赐，我们也想要有，我们看到有比如说家里面有些家庭婚姻很美满，我们也想要有，但这一切不是不好，其实有些是很好的，那神也不一定会阻止你追求你的梦想，但是我觉得神真正在寻找的人是愿意承载神旨意的人，而不单单只是承载自己意思的里面的人。哪怕神的旨意你可能不明白，甚至可能觉得太过于沉重，或者太过于夸张，你根本不能接受，或者让你觉得很难以复合，但是到最后我要告诉你说，神真的寻找的是那个愿意承载他心意的器皿。对玛利亚来说，童女怀孕根本就是不可能，也可能根本是超自然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是你知道吗？她即便面对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她却愿意接受，愿意敞开心，超过她的悟性，超过她的理解能力，她都还是仍然的愿意接受。她祷告神说：“神，愿你的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这个平凡人的身上。”我们都要像玛利亚一样，知道神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要在神里面放弃我自我的追求和满足，敞开自己的心，让神把他的心意放进去里面。我对你说，承载神旨意的人就是成就神旨意的人。我重复多一次哦，承载神旨意的人也就是成就神旨意的人。如果你自己想要成就神的旨意，你就要敞开你的心，让神把他的旨意放在你的里面， 去承载他，去思想他，然后让神通过你的生命把他给完全的成就起来。很多时候其实他的心意不一定有跟你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先来读以西结书22章30节，他这里说，我在你们的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而为这地站在破口之处，使我不毁灭这地，我却找不到一个。这神的可能，他我不懂他情绪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如果今天是我是我，我到处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的人却找不到，我就会很失望，我觉得可能会很气馁，会觉得这么多人一个都找不到吗？几千几万几百万人都找不到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愿意承载神旨意的人也是愿意花时间祷告和代祷的人。当我们把自己从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移开的时候呢，神就会把他的国度，他的或者是我们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还有或者是其他人，甚至你邻居 的事情放在那里面，让你成为一个容器来承载他。很多时候开始为这些事情或者为这些人祷告或代祷其实是第一步。我一个姐妹跟我非常的亲密，她跟我很多年的友谊，然后她曾经跟我分享，她一直想要为这个癌症得医治来祷告，她希望能够按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那个癌症病患能够得到完全的康复。她其实在过去十多年她一直在坚持在祷告着，她也有机会也去为这些患癌症的病人来祷告，希望神可以通过她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医治的工作。对我来说，她的坚持是让我非常的佩服，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甚至是基督徒，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持续的让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通过长年累月或者是五年十年的时间，让神通过我们把他给成就起来。所以我鼓励你们哦，你们今天内心装了什么？如果你们愿意承载神的旨意，那么在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他，敞开你的心来回应他。那玛利亚的心有第三点，那就是他尊主为大，
他有一颗尊主伟大的心。玛利亚接到伊丽莎伯之后呢，他伊丽莎伯的腹中的胎儿就跳动，那但我们都知道他的腹中胎儿就是施洗约翰。然后那时候当下伊丽莎伯也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开始宣告，他说这相信主传给他的话必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这句话 很长哦 很难读，他说这相信主传给他的话必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换句话说，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她接受了主传给她的话，并且她相信神的话要成就。这是玛利亚就在路加福音一章46到48节，她这么说，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她垂顾她婢女的卑微。玛利亚的心尊主为大，什么是尊主为大呢？她意思就是放大，称神为伟大，让人注意神，高度颂扬神，给神所有的荣耀。玛利亚并不只是用她的悟性来赞美神，来荣耀神，她用她的心，她用她的灵，她用她整个人的生命 来赞扬神。她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根本就不配承载神的旨意，但是她却因为神拣选她而感到非常的感恩。她没有感到骄傲，但是却知道自己因为被拣选而是蒙福的。那我们要学会在任何情况中都尊神为大，换句话说就是把神放在伟大的位置，让人注意到神，然后高度的颂扬他。无论我们的成功或失败，或者是我们的见证是如何，我们都要下定决心让神透过我们的生命得着一切的荣耀。阿们。当然在尊主为大的时候呢，我们要加入感恩。那诗篇69篇30节这么说，我要用诗歌赞美神的名字以感谢尊他为大。那我曾听过一些人分享他们自己的见证，然后他们说完之后呢，让我知道原来神真的帮助他们突破很多难关或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感觉他们心里面没有感恩的心，因为有时候他们还埋怨其实神还做的不是很够，比如说哦，这个还没做完啊，那个还没有做足啊。那我听完之后觉得，哎，其实心里面还有点怪怪的。然后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原来真正尊神为大，不但是要把它放大，荣耀他的名字，让别人注意到他，更是要发自内心献上感恩。感恩就是你的见证，感恩可以突破，感恩伴随着祷告可以临到天上，就让神能够应允你的祷告。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像特别是我在教会里面很多年，可能二十多年了，算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我第一次听到神医治人的见证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赞美感谢神。然后可是听多了，觉得哎，有些还蛮夸张的，然后觉得慢慢的还好嘛，其实没什么啊，蛮平常的，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可以把神的作为当作是平常的、习以为常的，甚至开始觉得无所谓，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要真的是在神的里面哦，真的要保持一颗谦卑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继续让自己呢把的内心尊神为大。一个尊神为大的人，就是谦卑感恩的人。要记得，一个尊神为大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感恩的人。那我们再继续看，玛利亚其实也有一颗反复思想的心，反复思想的心。我们看路加福音2章15到16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要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的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约瑟，也还有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话，可是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一开始听到加百列的话，就决定让自己成为神旨意的器皿。那生了孩子之后呢，她看周围发生的事，也看见牧羊人的出现。我相信 当下牧羊人一定会对天使分享一定会对玛利亚分享天使跟他们说的话。我觉得玛利亚当下听完之后，她没有让那个快乐或者是骄傲冲昏了头，她并没有认为她已经成就神旨意了，她也没有认为说哦，你知道吗，我是救主的妈妈，也我是弥赛亚的妈妈哦，你们要尊重我，要抬高我的身份。她并没有这么做，相反的，她其实把所看见的一切都放到心里面去，然后她继续的思想，继续的琢磨。我们很多时候会以为我们已经完成神的旨意了，只要我们做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很快就做一个总结，一个 conclusion， 一个 ending， 对其他人做的报告说哈利路亚，我们 OK 了，赞美神哦，结束了， OK， so what's next， 下一个是什么步骤呢？我们该做什么呢？
其实玛利亚并没有总结，她也没有觉得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成就了，即便她生了弥赛亚出来，但是她觉得还有其他的，一定还有其他。我认为她是非常爱神的人，不然她不愿意经历这种所谓的未婚先孕的羞辱。如果不是天使向约瑟显现的话，其实约瑟应该会把玛利亚给休了，代表其实约瑟从一开始根本没有相信玛利亚的话，也不认为玛利亚的话会成就，更不相信可能会有童女未婚而怀孕的一个情况。但是玛利亚不一样，她继续等候，继续仰望，继续寻求。她内心或许隐约的知道说，哎，其实神还有后续的发展，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当我们承载神旨意，成为神旨意的器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成就某件事情之后呢，不要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可以把包袱给放下，哦耶 Father I'm free， 我自由了。我们要向玛利亚学习，继续的拥抱，继续的琢磨在神的面前，继续让神对你说话，或许神还有进一步的信息要跟你说。那我们看第五，玛利亚的心第五方面，她有一颗可以承受破碎的心。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25节，她这里这么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的母亲的姐妹，还有高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伯大拉的玛利亚。在耶稣面前有三位玛利亚哦。玛利亚的心其实承受难以形容的一个破碎，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他见证过他如何在迦拿的婚礼以水变为酒这样的一个神迹，他养育他30年，他可能耶稣在后面3年半的服事里面，他应该有机会听到耶稣的比喻跟教导，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怀胎10月的儿子有一天会上十字架，然后亲眼在他面前看着他死去。我们生命中会经历很多让我们内心破碎的事，你不要小看小朋友们，中学的朋友们，每个人的阶段，每个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有令他破碎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错误的失败，有些人是因为别人的关系，有些更是神要破碎你。那34篇18节他说，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这是很奇妙的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天父的心是完全的破碎了。当我们的内心被神破碎的时候呢，就好像天父可以通过相同的经历来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跟认识他。所以你们不要轻看你们破碎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或破碎的一颗心，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要对你来说话，要亲自来安慰你。你们记得伯大尼的玛利亚吗？我在曾经在前两个礼拜有分享过，他在耶稣脚前哦，打破自己的那个装有那个拿达香膏的瓶子，然后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头发轻轻的来抹着耶稣的脚。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要如哥林多后书2章说的一样，就好像那个被破碎的那个拿达香膏一样，被破碎之后呢，会散发出馨香的香味，环绕着耶稣，让我们散发出基督的馨香，让我们周围的人呢都能够闻到我们，当闻到我们的味道的时候呢，都会看到耶稣，都会知道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好，那第六个，玛利亚有一颗恒切追求的心。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章14节，这些人和几个妇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们都在一起同心恒切的祷告。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耶稣已经升天回返天家了。那耶稣在离开的时候呢，也嘱咐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几天之后他们一定会受圣灵的洗。然后门徒也顺从了耶稣的吩咐，来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耶稣所应许的。那在这群人当中，还包括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时的玛利亚，我觉得她已经不再把自己当做耶稣的母亲，我认为她已经把自己当做耶稣的门徒，决定遵循耶稣的吩咐，同时渴慕神倾倒的圣灵。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她坚持当做自己是一个器皿，或者只是一个母亲，成就神旨意后就 OK 了，就 the end 了，那么她根本就不会想要继续追求，继续祷告。我们很多时候用自己的身份来衡量要不要追求神。那作为妻子，你可能说，哦，我有生小孩，我家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兼顾家庭跟事业，我暂时要放下，暂时要松一口气，神放第二位。有些丈夫觉得说，哦，我是一家之主，我需要到外面奔波，我需要做个榜样，我需要喂养我的家里小朋友们，他可能说，那神你也排第二位。甚至有些人退休，他可能在还没退休之前呢，他是非常爱主的，去参加宣教了，甚至教会里面服侍。他说：“哦，60岁到了，65岁到了，我可以休息，我要退休了，让年轻人来做吧。”
让我好好享受我退休的生活，神的国度里面应该有我的位置，让我退休。还有些学生们，他们说哦，现在考试要到了，然后我妈妈要读这些学校，要读那个学校，神啊，你暂时等我一下，可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来寻求你，不是吗？只有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期。我曾经是个学生，我曾经是单身的女性，我曾经是在职场里面非常活跃的。那我现在成为一个妻子，要成为一个妈妈，我要的话，其实我可以用我的身份来说，神啊，你知道吗？你看我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哪里有空追求你呢？但是玛利亚没有这么觉得，即便她是怀胎十月生下耶稣的妈妈，她没有觉得自己的时间已经过了，她也不觉得神放弃或遗忘了她。他继续的追求，他知道在神的里面还有更多，他知道神要倾倒圣灵，这个圣灵他也要，他也渴慕。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这么说：耶稣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或女儿，没有不在今世得许多倍，来世得永生的。这句话哦，我觉得蛮有争议啊。很多人因为这句话就觉得，你知道吗？哇，要撇下这个，撇下那个，耶稣，你以为你是谁呀？怎么可能呢？我们孝道为先，特别是华人，知道吗？百姓孝为先，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父母、妻子就抛掉呢？根本就是不忠不义的事情。那今天我不要对这句经文做太多直接的一个注解或解释或辩论，但是我觉得今天神通过这句经文让我看见了一句话，我把一些字加进去里面，你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自己作为妻子、弟兄、父母或儿女身份的，没有不在今世得许多倍，来世得永生的。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抛下我们作为妻子、弟兄、父母或儿女的身份。我们今天要选择怎样的身份呢？你今天把你的身份摆在首先是什么身份呢？是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儿子、作为先生、作为退休人士，还是作为学生呢？你今天是否还要继续追求神呢？玛利亚把她自己做母亲的身份给卸下了，当天她在等候耶稣，她当天她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充满饱足的心。玛利亚跟其他120个人在耶路撒冷等候耶稣的降临，那群人呢，其实也在五旬节的时候呢聚在一起祷告。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到四节这边说，突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他们坐的屋子里面的整个屋子，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用别的语言说出话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知道被圣灵充满就能得到更多的能力，也有圣灵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可以想象到，如果今天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我的生命一定是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是很负面的不一样，是很可能很 cannot make it， 可能是真的是不行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得到圣灵的恩赐。圣灵会教导我们，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的里面。神要通过圣灵赐给我们永远的活水。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四章，在这个里面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了耶稣，那耶稣就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直涌到永生。当我们愿意完全敞开自己，让圣灵倾倒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必定会使他的活水江河从我们的里面涌流出来，持续到永远。问题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像那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说，给我这杯水喝，给我喝这一口水，因为我喝了之后我永远不渴，我永远都不渴了。那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其实从外表看起来要跟我们其他普通妇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你发现到了吗？今天我们通过他的生命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我们重复来看，第一，他有稳定理智的心，他有承载神旨意的心，他尊主为大，他有反复思想的心，第六，他有承受破碎的心，他有恒切追求的心，还有最后他有一个充满饱足的心，充满饱足的心。所以我想跟荧幕面前的一些妈妈们还有妻子们分享我内心一个感动，
然后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脏，它主要的功用就是要推动血液循环，然后通过这个血液循环的里面把让血液把氧气跟一些养分供应到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然后也协助我们的身体移除代谢的一个废弃物。所以我们心脏如果功能不好的话，身体就会衰弱，然后很容易生病。如果你心脏的血管阻塞了，那血液不能流通，严重的话你可能会休克、中风，甚至会死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保护自己的心脏。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那我觉得做母亲的、做妻子的要特别照顾自己的心，苦读更不饶恕，觉得不公平啊、埋怨啊、生气啊、愤怒啊，就好像脂肪一样、胆固醇和其他的物质一样，会聚集在你的心脏的血管里面，会影响你身体跟属灵的健康。所以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怎样不公平或是恶劣的情况，或许你跟我分享之后，我也不一定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但是我知道一点，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让我们脱离罪的缠累跟捆绑，他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得到喜乐、得到丰盛，走在公义的道路上。我也肯定他饶恕我们一切所犯的罪，我们也承认的罪。那既然我们要走在这自由的道路上，那为什么要紧紧抓着这些负面的情绪不要放手呢？所以今天你要放开胸怀，饶恕他人对你所做的事情。当然你饶恕不代表说情况会马上改变，但是肯定一点是什么，你的心脏会变得健康，你的内心会恢复功能，你会有更好的生命力，然后你可以紧紧抓住耶稣的手，请他帮助你突破。如果你情况真的很糟糕，你可以请牧师朋友提供协助，不要一个人自己暗自躲一个角落哭泣挣扎。好，那今天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请你们每一个人都来回应。今天不论是你是男生女生，年纪大或年纪小，然后把你心中的一些不饶恕和苦闷跟苦毒都压抑啊，这些都完全的释放出来，放在耶稣的脚前。耶稣的面前，把我们内心里面一些负面的都完全的掏空出来，放到他的面前。其实见耶稣为我们成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饶恕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理由再坚持紧抓住我们自己里面的苦毒不饶恕，或是愤怒或不公平。唯一有权利这么做的人是耶稣，但是他也选择饶恕了我们。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们每一个在荧幕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花个时间来回应神。今天在这篇道里面看到了玛利亚有七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跟我们学习，他的心里面是那么的丰富。我知道神一定会通过其中一样对你来说话，你就那样事情来回应神。那如果你今天像我说，像你是一位姐妹，你是一位妈妈，所以是一位妻子，你里面有很多的不饶恕跟苦毒，我今天祷告你要把这些都放下，放在耶稣的脚前，让耶稣把一切都拿走，让他能够把他的喜乐跟他的恩典丰沛的加添在你的里面，能够用他的圣灵这样子来感动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祷告，让你的这个赐平安的灵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的灵能够这样子带领我们每天的脚步。哈利路亚，主，我们今天祷告，今天我们到你面前仰望你的时候，你要赐给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我是我们的保护者，你是我们的心里面这样的一个刚强的力量。所以主，我们今天祷告，让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做妈妈的、做母亲的，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要将加你的心里面的力量放到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谢谢你，我今天知道你的话语已经来巩固了我们，你今天的话语已经来鼓励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一切的感恩、一切的感谢和一切的荣耀都献给你。我们今天祷告，今天你到我们家，弟兄姐妹的每个家庭的里面，你就这样子来亲自的来跟他们来说话，你亲自继续来带领他们，亲自来帮助他们走在这个得胜的公义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也感恩你今天把这篇道放在我们的当中，也这样子鼓励了我自己。我今天感恩你今天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也这样子的来感动了我自己，也感动了我们。所以主，我们今天谢谢你，我们将今天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求，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那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跟你们分享关于玛利亚很多，那你们抄下了一些笔记，我真的是鼓励你们在这个礼拜真的来慢慢的来回应神。那我们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到五月底呢，我们会持续的用线上敬拜的方式与你们一起来见面。那我要鼓励你们，就是不要放弃哦，不要开始的变得比较沮丧或者是失望，但是我们继续要在线上来彼此来鼓励。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可以跟牧者来说，让我们可以继续为你们来祷告，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此结束了，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哦。OK， 拜拜。